Hello，大家好，我是 Lori。那今天影片呢是一支比较轻松的包包闲聊开箱影片。那看到身后这个比较大的纸袋，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品牌是 Chanel。那现在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箱给你们看一下。其实我已经打开用了一两个月了。那你们看它的那个袋子其实很大，对不对？但它的盒子只有这样而已，就是跟一个 Chanel 他们家鞋盒很像。那纸盒打开来，里面的防尘套。又更小一个了，开给你们看，没有错，就是一只 Chanel 他们家的小背包，小盒子小背包。然后这一款是他们家 22B 的，就是方糖系列，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最近 Chanel 他们家的那个方糖表的热潮开始回来，就他们有做一个复刻版的，那这个链条就有点像是那个方糖型的。手表，可以说我当初看到这个包包就有点一见钟情，所以我才把它带回家。怎么感觉很像那个手表？那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 Chanel 它每一年会出6个 season 跟2个 capsule，就是胶囊系列。那6个 season 对应到的就是 CPS，然后 ABK。那我这一颗买到的就是 2B 的方糖。那这些字母我们来看一下，C 的话就是早春度假系列。P 的话是早春预告系列，那 S 的话是春假系列 Summer Collection，那 A 的话是高级手工坊系列，B 的话是秋冬预告系列，K 的话是秋冬系列，那两个胶囊系列分别是 Coco Beach 跟 Coco Nage，就是沙滩系列跟滑雪系列。不知道大家对这种冷知识有没有兴趣？我自己现在还蛮有兴趣，所以我稍微做一下功课，想我跟你们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包包的实体。给你们近看一下包包，它其实就算是一个还蛮，就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红的这种小盒子系列。Chanel 最近以这个小盒子的造型出了越来越多，就是不同的变化款。你们看一下它的屁股底下是有个双 C，然后我觉得，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链条。刚好跟你们分享过，这个包包其实就是一颗方糖小盒子。所以它的这个链带部分总共有4个，就是皮做的小方糖。然后它的这个链带，我那时候本来啦，就是看到这个链带的时候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它会就是好像不太对称。后来发现它是故意的，就是一条皮穿链，然后另外一条链子会做的比较松，就是有点vintage 复古的感觉。我自己除了它这个链条之外，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整体的五金的颜色，它不是那种非常亮的亮金色，它是那种，我觉得有点像是白金嘛，就是有点刷旧的白金感。那这个包包的话，只有出就是小羊皮系列的。就其实我自己个人本身是比较偏好 Chanel 他们家的荔枝牛皮，就通常啊遇到这种羊皮我是不会买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链条太漂亮了，然后加上台湾的 Chanel 真的很难买东西。就那时候有点算是脑波微弱嘛，就买了。那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小羊皮的部分，它小羊皮就是 Chanel 他们家小羊皮，就是做的非常的光滑，然后非常的娇嫩，就是指甲或是牛仔裤的那个链条啊，在背它的时候都要很注意，不要刮到，不然很容易就留下划痕。看一下，除了自己使用上很小心之外，其实我也还蛮担心，就是这个五金如果。长期压着包包，上面会有压痕，所以我自己在收它们的时候，都会把它们另外，就是我都会把这个五金另外放。然后它拉链的部分一样，就是皮质的。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这个皮质的拉链，有时候女生不是上完粉底液手上会有点残留嘛。然后有一次我就不小心，就还有沾一点的时候，就摸了它一下，所以我觉得它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受伤，就是有点白白的这样子。算是它一个小小的缺点吧，算是它一个小小的缺点吗？还是算是我自己不够小心？反正就这样，打开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内装。它打开之后，里面是有面镜子，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有点像是以前的那种武装盒嘛，就是化妆盒这样。然后，我的 Dior 丝巾在里面，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它里面的空间其实我觉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我本来以为啦，它可以至少放得下，就是Chanel 他们家自己的卡夹，但是就完全不用想了，是放不进去的。
然后我这一颗它不是晶片的，所以它这里有一个贴纸，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放口红的口红槽。我自己平常有时候要出去拍穿搭，那另外我平常会要去拍穿搭照嘛，所以我的包包其实很容易就是不固定。那我自己的话会习惯把我自己所有需要用的东西就是放在一个小地方，每次换包包的时候就固定换那几个而已。反正我平常就是会带我的卡夹，就是随时随地换，然后现金放在里面，还有一个 Audrey Home 的小铁盒，里面是我的针管香水跟有时候可能耳饰啊，拿下来会把它放在铁盒里面。然后我觉得女生唇膏应该都超多吧，就是唇膏，然后有时候会带一个护手霜。Oh, by the way，这个护手霜超级香，我超级喜欢。之后的那个韩国战利品影片，我给你们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 fit 进我的包包里。那卡夹我自己其实是只要放不进去的啦，所以如果你有在 care 这一点的女生，可能要注意一下，它只能就是单放你的信用卡跟现金这样，就是信用卡是可以放的，就是卡片是可以放的。然后再放个一点点现金，然后口红的部分呢，就把它塞在那个洞里。那个洞，好，这样关起来可以。那洞就只塞得下一支口红。那如果我今天还要塞我的护手霜，是可以的耶，就是大概就长这样，我觉得蛮可爱的啊。然后我的随身的小铁盒。也是可以塞进去的，但其实我平常不会把它塞得这么满啊，因为你背小背包，就是要知道自己东西绝对是不够放的，所以我一定会再 carry 一个小小的帆布袋。那我通常会把这些东西全部丢到帆布袋里面，然后背它就是可能就是做一个造型这样而已。那基本上这就是简单的 Chanel 日逼方糖小盒子的开箱分享，下次给你们看一下好了。就我的身高啊，160，但我朋友都觉得我好像才158、159，因为我的就是我的脖子很长，所以把我的身高拉得很长。我自己喜欢斜挎背它，因为这个包包本身的链条就还蛮有分量感，所以我觉得斜挎它在你的身体上会是一个造型的感觉。那大概就是在我的骨盆那边，我觉得不会到太长，但是如果短一点的话。也挺好的，就是这样子也挺好的。这个长度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因为它的链条没办法调长度的关系，我可能就不太建议大家侧背，给你们看一下侧背的感觉。是这样，你看它的长度多长，我的衣服跑出来了。因为它侧背的长度超级长就我觉得没有这么合适了。如果它可以，看一下。我可以短一丢丢，就可以这样子，这个长度就是刚好。可是因为它的扣子，它的这个链条没办法调节，不然就是你要去买那个 Chanel 的调节扣，把它绑在这边。然后另外，因为它的链条很有，就是很有吸睛度嘛，所以我平常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是手拎着它，我觉得也蛮好看的，这样手拎着。我觉得蛮好看，就是拍穿搭的时候这样也挺好看的。目前我使用它的心得感想是觉得，因为它的这个五金比较 vintage，比较复古的关系，其实它如果搭配一些比较夏季的衣服会没有这么合适。所以像我现在身上这件是比较素色的，然后有点造型感的衬衫，这种法式的衬衫就比较复古嘛，所以搭它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违和感，蛮好看的。那如果你是搭一些可能细肩带的小背心啊什么之类的再背它，我觉得就没有这么有那个味道，就那个味道我就没有出来。所以如果你要买他们家的二 B 的系列的话，我觉得要注意一下，就是可能就是它的季节搭配局限性比较强，不然就是买它一般的那个小盒子，我觉得也很好看。这个链子是超好看。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它搭那个米色的 CJ 已经是我去年，不是去年，今年就是春天、春冬、冬春，反正就是今年大概1、2月的时候进的一件大衣。我觉得它搭这个超好看的，这个链条跟这个是不是，就它们的颜色有 match 到？我把它拿下来给你们看好了，你看。
这样是超好看，这颜色是搭起来超和谐的，超喜欢的。噔噔，有空再来穿给你们看。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是简短的跟你们分享一下买到这个小费包的喜悦。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包包开箱分享。那我们下一个的话，我应该会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刚刚拿出来的那条 Dior 的处理丝巾。最后让我小小的恭上一下，我今天身上的这件衬衫就是非常的复古、非常法式的重磅衬衫，它是我10月、11月的韩货选品。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女孩们，可以去我下面的链接逛一下我的韩货卖场。那今天的影片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啦，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小小开箱影片。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